大方这边是民宿园，雕方是钓鱼岛，混大方这边是小克的雕方的，雕方是被点杀了一个神木林，神木林现在是三回合的小宠王，那么这一回合是没有延长的机会了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地府叫 OK 呢是没有灵源了，也延不了了，也就是说雕方的一个神木林即将要复活了，雕方神木林是起了花语歌谣的。不用比较，这东西没什么好比较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敲梦幻精灵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势，小明，对吧？感谢夏天送的粉丝卡，谢谢。戏精是特长，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特点。明秀站起来了，明秀这个阵容打国标，说实话打这个阵容我感觉是比较好打的，方寸国标，上次段方明秀是遇到了鱼岛是遇到了是盘式国标，不一样，方寸国标试一下，我的特点就不用我说了吧，你自己说吧，是不是还用我说吗？这还用我说？为什么一定要有人黑呢？对不对？关键是我每天都被人黑呀。我倒是不想被人黑啊，但是我每天都被人黑啊，每一天，这不是叫肥仔，那个就胖子，你这，哎，太难了。黑我的人太多了，真的都快超过猴子了，真的。所以说有些时候啊，你们看事情，对吧？你们看事情，别把我往低了看，你把我往高了看，那你就觉得我很了不起只要官方这边拿的速度啊，有点杀掉方的两个输出，感觉是很难打嘛，是吧？那么盘四的一个落花是可以克制的，好像对家方有缓的意思。猴哥确实有百万的黑粉，我今天才跟某个兄弟说，我说猴哥是CC 啊 ，CC 唯一的标杆啊，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主播能超越猴哥，真的。可能短短的两年里，或者今年，是吧？现在老王可能人气比他高，那我觉得都是暂时性的。
慢慢的猴哥慢慢渗透啊，我觉得迟早一天猴哥永远就是一哥啊。现在其实我觉得猴哥已经是了，真的猴哥已经是了。你们不管你们怎么看，人家是来这里是吧，给大家带来娱乐的，你觉得人家是小丑，本来主播就是小丑。如果你花十分钟去了解疯子，你会发现你浪费了十分钟。去你！对，猴哥的人气第一。这大堂的伤害是真的高，但是没有小死亡的一点杀，基本上官家方这边的后续不足啊。啊，对方的话上呢是号称还有蓝就还能战斗。晚上是有 NES 的公会赛啊，7点半第一场，那么8点15分结束，8点30分又开始第二场。那等一下我们也是会看到公会赛的，别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缺钱，没人给我刷钱，我只能播比赛了。播比赛能赚点就赚赚点，是不是啊？我缺钱。感谢路人709394，你自觉是自觉是吧？自觉可以。啊，等一下还有一场69的比赛啊！等一下我们播是大威天龙 VS 展翅飞翔。感谢枕着故事的梦，你说这些刷粉丝卡的兄弟啊，太酷了，真的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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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谢谢。明秀好像是谁要走时，明秀要走的人太多了。不是卡拉，是谛听出手啊，兄弟。是谛听出手，我只要不切战斗啊，他是不可能卡。第二场是9点钟啊，9点钟开始。L， 我觉得你们说什么啊，兄弟们，为了疯子的减肥大业，你们千万别再刷了。你不想刷你就不刷嘛，何必要诱导别人不刷呢？对不对？首先我也没有诱导别人刷礼物，你反而倒是诱导人家不刷，你这人居心何在？我发现啊，关键是有钱，现在减肥需要花钱才能减肥，你不花钱请个灯儿，你不花钱。啊，就怕人家刷了你不刷不好意思是吧？对不对？为了自己省钱，我就知道你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这种人啊，在电影里面啊，电视里面最多是活两集。有个小伙伴说屌你不刷你就说你没有动力直播了，兄弟，人家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。你这么一说的话啊，你这么一说，他怎么说？嘿，他说我早就不想看了。
赶紧关了吧。你说你这说这句话是不是很尴尬？你说现在的游客啊，跟猴似的。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点化身啊？化身贫血啊，就点化身。点化身有机会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啊？点化身对方只能是压大唐。其实如果是大唐倒地的话，那么，队长方，啊，队长方也能稳。所以说下一把对方只要有状态，他肯定是压大唐。出其不意我不知道，但是对方如果不压大唐，对方感觉死得很快。我们看一下对方的一个当头一棒啊，当头一棒这个大唐肯定要点。那么首先和官方这边的一个方寸三呢肯定要控制一下了。我们看下方寸三肯定是要控制对方的法系，要么就控制对方的一个风系的可能性会比较小。看一下啊，落魄大唐就行是吧？那不好意思，他控了对方的武装，同时对方也是落花大唐的。来，小死亡再点，怪对方这边是采取的一个再点的方式。这把落花感觉是白放了，只要是扫出来白放了。对方火山感觉是有点扛不住啊，这感觉要空切了。我这种伤害超高。看对方也是先出地听，对方有点慌了，对方是两个人倒地啊，对方这把是没有压制到大唐，他只是一把落花，谁知道啊这么狠。其实打国标啊就是不要跟对面讲道理啊，这种伤害太高了。对方这个地听应该是慢，只要扛住这一波地听，关家方边将会胜利。其实我今晚上也是期待很久了，珍宝阁打明秀园的国标啊，双峰打双峰可能没什么看头，但是打国标呢啊是很有意思的。来砸一砸，想砸死，砸了拉虚迷吗？砸了拉虚的话好像虚不到地听啊，两砸一拉啊，三砸砸掉了。这把三砸我觉得是天秀啊，天秀。这是剑会啊，老哥剑会。我们现在所收看的是剑会的话都打得比较洒脱啊，比较奔放。躲命，哎，大唐不能躺，大唐只要是不躺就可以再点。来了，可以再缓一缓，但是呢，对方很有可能再会，控制化生活血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方寸三还是要去控制啊，所以说方寸三可能是出不了手，那么对方很有可能是进疗再点的。再点大唐，他只能点大唐才有缓得住的机会。这是录像吗，兄弟？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回复这是录像的这个问题，是吧？你看过呢就是录像，没有看过就不是。来，进聊。我们看一下武装再套化身，他永远是不给你加血的。首先，官方这边是在一把孤魂命符延长对方两个小死亡，看一下观战方这边是能不能活上。活不太上啊，他没有活，反而是牌子顶大金，但是没顶上。大唐抢三叠挡大唐很重要这个时候。但是由于官方这边的两个幻魔已经是站起来了，其实大唐还好，就看一下对方怎么控啊，
看对战方怎么控而已。我们看到对方的盘势是拿到一个全场的一数，你他妈的天天问录像，人家会天天问是不是录像。甚至我是不是可以选择不回答？我不回答行不行？那回答又没有奖励的，你这对不对？你回答是有奖励的话，那稳健是吧？顶脆水顶啊，顶是不可能脆水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化身用技能啦，然后是孩子捡一个，起个盾，先起个盾，是吧？活血，宝石，我们看一下，他应该是拉起来起个盾先，慢速的拉起个盾，不着急。明秀元。来了，已经是起了干将，这干将一起化身是比这个孩子快了啊！刚刚我们是看了一个速度，但是呢，观战方这边的一个盘丝呢是可以解封，可以活血，正好是可以点杀对方的龙大卫。那么这一把会点杀吗？同时也是落后对方的盘丝可以解开武装，但是对方是用无痕。无魂控化身，只要是化身中无魂就够了。来，用的寡欲令解封，并且是达到一抗风效果。啊，是地府啊，说错了，地府。对战方要盘丝，对战方盘丝是医术啊。啊，对战方盘丝医术。刚才我看到了，速度变化了吗？来，我们再看一下速度情况啊！啊，官方这边的方寸山已经是控过这方盘丝了，有速度了。盘丝是比武装快，官方盘丝比武装快，那么只能是武装套了，对，一把尸魂直接点掉方武装，起两把盾。小死没中，他武装也是被命中了，2600开刀。哦，我觉得国标现在确实是有一点，回暖的趋势啊。只要你打盘丝武装啊，感觉就有机会。哎，刚出来的地梯啊，前面我们是没看到啊，不知道这个大唐是叠了几把漫天。如果是叠了三把漫天或者是两把漫天的话，他这个伤害真的是非常正常。而且现在的人物单位很多都是在法防的。1200速度的那个大唐伤害可以很高。1200速度或者1300速度，
左右是吧？一千二速度大概有一个3600伤害左右，我想想啊，一千二可以到3600，如果是神器再加上7伤害的话，有3600，啊，1300。刀锋同时也是换金术了，两个单位，三个单位倒地，两个中小死亡。大唐如果是不点狂捐的话是，啊，点了狂捐才到4000吧，啊，点狂捐才到4000，你很难到4000吧。这把有翻天术，扫一下就行。哈，一把。这宝哥开始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宝哥。小死亡在点，但是小死亡没中。基本上啊，这把已经是拿下了。感觉男人今天晚上是收获满满。对，你扫出去对方那个牌次就倒了，当时女拔木的国标还是有的玩，两回合惨案。你是说谁呢？你是说东方的还是明树呢？